但其实很可怕的，你也不会解释，林雪也不会解释，没事，其实他很会生气，没有，要看哪种生气好不好？就是虽然我很容易不爽，不耐烦不爽，可是那个都是可以很快就消掉的。他真正的那种生气，如果真的生气起来的话，老刘啊，哎，李永坤啊，哎，我张广文啊，哎，29号哈，我跟我太太两个人，哎，我上次报的那个暂时取消，哎，因有风，哎，游秋敏，哎，游泳的游，秋天的秋，哎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鬼把戏，哎，对的，好的，哈喽哈，潇洒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们好的好的，乖了，好的好的，女生，哦，女生鬼把戏，花样是吧？女生还不是为了要讨你们开心吗？对不对？对嘛，真的不相嘴，如果是我那边有四楼的一五七站，我会跟你讲过是五七站吗？我们刚到这边说的。谢谢关注，有的人是靠自己说，对，真的有的人就是我，看自己说。好，那我看一下说，如果还很多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有需要报，我会打电话给你啊。好。暴力暴力玫瑰加一，他也是看自己爽的。有太阳，照进来，但是那个网子，那个窗户的那个形状就照到我脸上，就跟男生健身一样，没错。真的要走了，走啊，拜拜，再见，不送。剩下潇洒哥和一，潇洒哥说啥？怎么长那么美？哦，我将实现。还行，哦，这个太阳有点大。我的美丽绝技。太阳有点大，哪里凶巴巴？拜托，我今天早上，我今天上午那么有气质的时候，你们就一直要我开骂。开骂之后又要说我凶巴巴，你们真的很难讨好哎，欸，真的很难讨好哎，欸。理你啊，我是跟你拜拜，大师兄。每天在镜子一直挤肌肉，看一下我自己的，主播的双重性。对，潇洒懂我的温柔。谢谢。哎，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在刷牙的时候，还有把衣服拉起来去看我的假腹肌，有的是有的，能温暖一下，没错。伤害惯了吗？怎么可以这么不相信人呢？骗鬼！拜拜，大头仔，拜拜。嗯。出门小心哦。三小啊，我被骗，好不好？
怎么听都想放屁。哦，你们真的很烦哎、欸，就是要进来看看。对啊，我差不多要上课啦，潇洒帮我记课表，再见。我之前有啊，哎、欸，我之前每天运动两个小时哎、欸。每天运动两个小时，然后先跑个五圈，操场内跑个五圈，然后再做深蹲啊那些的。我没有翘课，我没有翘课，我要去上课，好吧，我没有翘课哦。拜拜，各位。下午 A B C， 快点，我一直想唱歌。拜拜。我晚上七点半开播，记得来看我，好吧？谢谢你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谢谢耶稣，我会认真的。七点半开播，七点半记得来。你没空啊、哦？没关系，其他人有空。我是三点十分，三点十分走了。